各位 N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庆记 Squad。刚开始我们会组团，就是我们四个人都还没有公司，然后也都在独立创作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要一起做音乐，所以就把大家组在一起这样子。创作 Coconut Tree 的契机呢，我们让瑞德来讲。是一个活动叫做 Break the Radar， 然后他要我们在那个限定的期间内做出一首新歌。刚好 Chris 有一个库存的 beat， 然后我们觉得很好听，然后就随口他就哼出了 Coconut Tree 的旋律，这样。哇，很多哎，我推荐 I Go。简单生活，活得健康快乐。可以。好，我跟他一样。你讲一个不行。你也太简单生活了吧？就随意嘛，随自己的。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，对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就跟音乐一样，简单。好，纯粹 ，OK。你的音乐不简单啊！不要这样讲啊！不要这样讲。大家的音乐都很。Thank you.